诸位朋友，我是叶嘉莹，我现在已经是将近百岁的老人，我一生流转各地，最后定居在天津台湾。我当年也曾经在那里教书，教了很多年，香港、澳门我也都在那边讲过课、做过讲演。那北美、美国和加拿大都是我曾经任教的地方，我真是可以吹牛说一句，我的朋友遍天下。借这个新春的机会，我向我所有经历过的各地方的朋友，包括国内的、海外的，还有特别是台湾的，我教过多年书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幸福美满。我把我真诚的祝愿传送给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